我记得小时候的事。图图连爸爸妈妈结婚时候的事都记得哦。好吧，那就告诉你们，下个星期五啊，听好了，可是下个星期五哦，小朋友们要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到幼儿园来，因为我们要开一个家长会。不对，是健康哥哥的生日，要开一个大大的 party。 No 全班小朋友的爸爸妈妈都要来吗？对对。哎，我知道了，下个星期五是全班同学的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日，要开一个大大的庆祝会，对不对？什么？结婚纪念日？真巧，我们是在同一天结婚的。哎呦，图图，好了好了，图图连这个都能想到啊，你真是笑死我了。其实下周五幼儿园要开一个大大的运动会，到底什么是运动会呢？哪个小朋友知道呢？运动会就是体育比赛，就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人家最喜欢看体操比赛了。王子喜欢看赛车， F1 赛车最好看，还有足球、排球、乒乓球、游泳、跳水、空手道。最好看的是奥运会，有五个圈圈的运动会哦。健康哥哥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连这个都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幼儿园要开运动会啊，健康哥哥说爸爸妈妈也要参加比赛哦。什么？我们也要比赛？爸爸妈妈害怕了啊？没有，只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幼儿园的运动会。和图图一起参加运动会这是头一回哦。哦，爸爸妈妈以前也参加过运动会吗？身为一个男子汉，怎么可能没参加过运动会呢？告诉你，爸爸还当过冠军呢。天哪，老公，你当过冠军？什么冠军？什么冠军？这个嘛，那一年的秋天，我作为班长，作为男子汉，带领全班同学赢得了八里沟小学三年级拔河大赛的冠军。啊，哼，要是这么说，我得过的冠军比你还多嘞。哦，小学一年级我得过全校7岁儿童1分钟跳绳比赛冠军，5年级我得过街道踢毽子大赛冠军，中学3年级仰卧起坐冠军，大学2年级全班吃包子大赛冠军，大学4年级宿舍煮方便面最好吃冠军，现在我是咱们家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百战百胜人见人爱的武林第1美人冠军。哇，妈妈好棒，总有一天我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闯入宇宙，撕开黑洞，成为无人能敌的全能冠军。我宣布本届无理哇啦星球无理哇啦威最莫名其妙宇宙冠军奖获得者是来自蓝色地球的图图妈张小丽女士，她获得的奖品是全宇宙最粘稠的浆糊。谢谢大家。妈妈是宇宙冠军耶。哈哈，等着瞧吧，一定会有那天的。爸爸妈妈加油，运动会也要得冠军。放心吧，图图，我们不会给你丢脸的。离运动会还有10天，我来制定一下这10天的营养食谱。好，爸爸也要为运动会做准备。我要去买一套新运动服，买双新运动鞋，2双，再买顶棒球帽。图图也要滑板车、溜冰鞋、悠悠球、变形金刚、彩虹糖、冰激凌、薯片。够了。二位不要头脑发热，我们要参加的是运动会，不是花钱大会。爸爸，你的运动服和运动鞋够多了，不必买了。可是小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幼儿园运动会，人生中的第一次啊。第一次。这次运动会不光对我们，对图图也很重要。很重要。难道你不想让其他家长看到你有一位最英俊最潇洒的老公吗？最英俊最潇洒，求你了，小丽，让我买一套新运动服吧。就让爸爸买吧。小丽，你是咱们家最可爱、最美丽、最能干、最全能的宇宙黑洞冠军。好了，那你们俩没办法，那就买吧，就一套。好，听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家庭口号就是一切为了运动会，一切为了运动会。大家加油！图图，今天起得这么早啊？牛爷爷，一切为了运动会，一二一。
运动会。图图，你们在锻炼呢。张奶奶，你是为了运动会。运动会。一切为了运动会。发什么神经啊？运动员们，拿出饭量来吧！一切为了运动会。扑米扑米，一切为了运动会。老婆，图图，我回来喽！运动服买好啦。这是。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长跳绳、短跳绳、毽子板球，还有棒球、棒球手套和球棒。你买这些干什么？为了儿子运动会啊。可是幼儿园的运动会，万一……小丽，你想想，万一有这些项目呢？我这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了，我还买了这个最新型的数码相机，用它拍下最值得纪念的画面。数码相机这得要多少钱？哎呀，钱算什么，咱们家的口号是一切的一切的一切为了运动会。苍天啊大地啊，这个运动会也太夸张了吧。图图，小丽，快点儿，我们要去参加运动会了。来啦。你这……哇，爸爸好酷。快，我们赶快出发吧。兔兔加油加油加油。哎，老公用摄像模式。 OK。马上要进行的是亲子游戏比赛，请各位家长做好准备。加油加油，英俊加油，老公加油加油加油，胜利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家长们，翻斗大街第一幼儿园运动会到此结束。什么？这就结束了？不行，还不能结束。我带来的这些东西还一样都没有用过呢，那怎么行啊？可是……健康哥哥，健康哥哥同意了。小豆班的家长们先别急着回家，机会难得，咱们也来开个小豆班家长运动会，玩个痛快吧。我参加羽毛球比赛，乒乓球、足球射门、篮球，我通通参加。小丽帮我摄像，兔兔帮爸爸加油。OK。我们走吧。别走啊，还没结束呢。小美爸、大虎妈，你们再见啊。再见，我们爸下回再见了。可是我的棒球还没人玩过呢，这可是为了运动会特意买的。爸爸，看球。嘿嘿嘿嘿。